哟呼，大家好，我是天使幽灵，今天要来和大家一起玩一款游戏，叫做《上古世纪》，它是一款线上游戏，然后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出的，应该没错的话。然后我其实一直很想要找一款线上游戏来玩，但是我的电脑可能没有办法负荷，所以但我还是想要玩。然后我其实有找很多，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奇幻元素多一点的。那现在好像都比较偏向于射击，对不对？所以能找到这一款，我真的蛮开心。然后这一款也是它主打的内容是，我们可以在里面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你可以当矿工，可以当农夫，你可以盖自己的家，可以盖自己的船，然后你也可以当一个海盗，然后去攻占别人的城池，去掠夺人家的宝物也是可以的。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是一个自由度很高的沙盒 MMORPG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。因为其实我个人是不怎么喜欢 PVP，因为我觉得我一定会输。对，然后我比较喜欢有那种收集元素的感觉，打倒一些怪物或什么，收集东西，然后慢慢拼凑出自己想要的盔甲或者是配备等等的这些，可以让我有满足感、成就感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就事不宜迟，来赶快看看里面的是怎样子呢？首先是选择种族，我们这边有诺伊联盟跟哈里拉联盟，我有稍微看一下。然后这边诺亚就是人类，然后精灵族就是长耳族嘛，对。然后，哈利兰，我那时候看官网，它有多两个，一个是矮人跟兽魔，矮人就是矮人嘛。然后另外一个我印象中是头上有长角的，然后他们是可以携带一只像是恶魔一样的小精灵在身边，那个也是很有趣的。可是我的目的是兽灵族。这个我最喜欢了。格斗系的能力可以使用破坏性的攻击，好。元素，他们这个游戏很特别，就是你可以选不同的那个叫什么？特性，对，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特性来组合起来，组合成你喜欢的那个职业。它这个游戏并没有特定的职业，这也是一个很酷的地方。你如果不喜欢的话，你就可以把一个特性剔除掉，换上另外一个，然后你就会变成另外一个职业了。我那时候看广告，就是我特别去找他的介绍的影片，然后讲说，你原本可能是有个特性是生命，你就是白魔法师，那你把生命换成死亡，你就变黑魔法师，这个真的超酷的，好不好？不会被特定的职业绑住，而且你可以同时就是用这个角色这个等级。这样的素材，你已经挖掘到的素材，然后，我今天想要跳槽换两个职业，我就可以换了，这真的很方便，不用像以前那些线上游戏，我还要在为了要玩新的角色，我就要新的职业而舍弃掉我玩了很久的这个角色，然后重新玩又觉得有点玩不上心的感觉，就是很不上心，就觉得怎么好像，因为毕竟已经经历过一次了，就已经没有当初玩的那个激动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这一次元素，我们先回来看这边，操作难易度4颗星，呀，我觉得是呀，我有点看不到，因为后面灯的关系，元素可以使用冰、火、雷等强力传统魔法来攻击敌人，各个派系的魔法都很均衡，这个也是很棒的一点，它不会特定说什么种族就一定只能做什么职业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哇哦的感觉呢。野性，野性象征以生命来守护誓言的草原英雄塔扬，我刚刚看成塔长，塔扬，塔扬擅长使用公害剑，能够听懂野兽的语言。野性系能力使用远程攻击敌人，一旦在猎物身上刻下自己的印记，即使追到天涯海角也会消灭敌人。野性不错。这个我还可以选弓或箭，可是格斗我就只能选剑跟盾，对不对？那我要选这一个，捏脸喽！哦，没有没有，现在是推荐，我可以先选一个我喜欢的，然后再慢慢去微调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
总觉得这个脖子很不像是人类的脖子，我是指以背后看起来又还好，可是侧面看，可是因为脖子很粗的关系吧，有一种驼背的感觉。好吧，这两个眼睛是一样，只是看我要从哪一个去修而已。我们就从这一个好了，从这个盖开始去修好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是头部，来发型，终于有进展了。哦，这个还蛮可爱的，这个不行，从侧面看就不行了。好，他的头发有两页。我目前最喜欢好像是这一个，因为我觉得发际线这一边有点太明显了，不然的话就是要这种头，这样子才不会说太突兀的感觉。哦，帕洛斯的发型的那个凹凸里面的。好，我决定好了，我觉得还蛮明显的，我就选这一个了。这个翘翘的短发还蛮可爱的，哦，有紫色，深紫色，我喜欢。My you， 我们现在是这一个，哦，有黑眼圈，跟小一点，这个有点兔子，我选这个。眼睛大小，哦，原来这边可以调呢，58。突然变得好像老鼠。58，眼睛宽度现在是-100。哦，是开眼头眼尾，瞳孔大小57。哦，好惊讶。你知道吗，作为野兽，通常动物他们是平常是不会看到什么眼白的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吧。好，下一个鼻子。好，我们有很多个鼻子可以选。哦，好小哦，小鼻子耶，好可爱哦，小小的好可爱。好，就这个，要再调吗？我觉得不需要调了，我们这边应该可以跳过。嘴巴我们看一下，哦，有这个哦，下嘴唇比较丰厚一点。嘴巴微开，哇耶。就这个好了。哦，笑脸可以看每一个的笑脸，这边有个勾勾，有一些看起来都很气耶，像是木，好像还是一开始他给我这个比较正常的样子。牙齿虎牙大小，等一下，你没有看到这个地方吗？穿出来了。哦，这个耳朵。这个耳朵完了，现在就是长耳族的长耳族，因为不是精灵。不行，我觉得还是大耳朵超棒，大耳朵胜利了。而且我整个脸型变了耶，那我刚调那么久，对啊，我刚调那么久在调什么，调心酸的啊。对啊，那这个应该要放前面才对啊，那我前面那这样我就可以大耳朵是这个角度，这很棒耶，我刚才没有注意到。那我要这样子这样，有这样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很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下一个皮肤肤色，来，这个就要这样子，我们就要看全身。这是虎纹，然后豹纹，他的下半身是我喜欢的下半身耶，好棒哦，是我喜欢的这种脚。其实我在有在想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的人设我也是想要这种脚，这种有肉球的，真的好棒哦。这一个这也是豹吧，
哦，有点，我刚才讲斑马，可是它明明是白虎。哦，哎，这个就有斑点跟条纹哎，好帅哦！斑点跟条纹混杂的，四肢是条纹，身体是斑点，好性感哦！哇！哦哦哦哦哦！亮亮的，亮亮的，而且那个尾巴有一小撮毛毛。哇，这个好帅哟、哦！眼前为之一亮。哦，哇哦，好性感哦！哎，这根本就是剑拿出鸡蛋，三个愿望一次拥有的感觉。你看，白色斑点条纹，赞！哇，你看那个屁股，哎，可以把屁股调翘一点吗？好像没有，是不是？可恶，我想要屁股再翘一点。我最喜欢身体的部位是这一个肩胛骨这一带，跟屁股下缘。还有胸部，我的频道有小朋友在看吗？好，我们来选眉毛，不要再讲我的喜好了。下一个瞳孔，好，我们可以左右不同瞳孔哎、欸，哇，好多动物哦，像这一个我知道是鳄鱼的眼睛吧，这一个直线，然后很多一点一点，然后乌贼、羊，他们的眼睛是横的，好漂亮哦，这个星空眼。这个让我想到有一只猫头鹰叫做宙斯，它的眼睛也是像这样子的星空眼，可是它是失明的，可是超漂亮。对，你们可以查一下，如果有兴趣的话。星空决定就是星空了，难得有星空，对不对？有这个颜色，很可以。哇，哎，我侧面超美的。如果这一个调淡一点，好像就可以。眼下腮红，有点微醺微醺的感觉，好像可爱度加倍了，有吧？有，鼻子也红红的，可爱，就这样子了。哇哦，这个是满等的服装吗？而且那个，为什么不能调胸部大小啊？等等，胸部大小呢，超漂亮，我很喜欢这个部分，这部分赞。这件很可爱，而且这个，所以他会特地挖一个洞出来，代表他不是只是毛吧，应该是拇指了吧，因为像有些猫咪他们的是没有，狗比较明显，他们的拇指会在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啊。没有，这个不是拇指，这个是脚踝就是后脚跟的地方，他们其实这个地方是脚趾，然后所以这边是后，不是后脚，对，是后脚跟的地方，然后这边是刚刚看这边是膝盖嘛，小腿大腿这样子。创建完成，哇、看起来好可爱呀，哇，好可爱哦，我家的孩子。好啦，那么我们就完成了。我是甜食幽灵，如果有任何的意见，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处留言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。喜欢的话也可以按赞订阅。